东西古就相应门，应该咱这世界甲旧世界拢同款啊，这才讲会通啊。为什么差别遐大呢？这差别对对来，差别对念头出来啊，就是心理现象啊。修相形式念头顶面有差别。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，物质是依什么才是变化的？在圣经高头上讲，心灵性灵现啊，这个现象啊，这个现象的变化是色，心内面无啊，心内无分别无执着，所以心内面生的这个现象伊也无变化。三性变化是啊，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是咱啊，念念拢无共款。啊，宇宙呢，伊是一体啊，所以这东西啊、东处啊、古迹啊相应，伊是一体。如果唔是一体，那有可能会相应，就像咱个身体共款。咱的身体偌侪的细胞啊所组成的呢？细胞是原子组成的，原子是电子组成的，对到最后啊，拢是对到光子了。你的身体有偌侪？但是遮尼侪，也组成这身体，每一个粒子甲全身啊拢有关系。东西东处中营，东处什么？是这身体啊。所以当一支门更全身都感觉到，这就是啊，东西东处相应。啊，那明白这道理，了解啊，这个事实真相。咱啊，有意无意起这念头，同一法啦、啊，这个同一法，全身都会当感觉到，整个宇宙都会当感觉到。这个念头无论讲你是啊，是有意啊，是啊无意，啊，你这个念是善也是恶呢？这个都是梵文观里面三种周边，第一个讲的周边法界啊，也可以说一念周边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在自性里面无时间呐、啊，无空间，无时间。无前后，无空间，无距离，所以念头在叮当啊，就变化改。一个善念就变化改，一个恶念也就变化改。那俩阵我这念无所谓，唔是安尼啊。咱这个动一念，整个化改拢震动了。如果这个一念内底，佮加了一点啊分别执着，那就出生无尽咯。出生无尽是变化，心现色变啊。用个古人讲诶，看一花里动全身啊，一支头毛你一个牵动一个咧，规身躯你拢会去感觉到。啊，那明白这道理，那那动起念头，整个宇宙拢会感应到啊。啊，今仔日咱的问讲啊，叫做世界花中世界，为什么遐尼啊美好？啊，世界末日会甲咱讲，伊迄个世界辅助人民，
拢善念无恶念，甲咱介绍叫做世界，介是啊，诸上善人啊，聚会一处啊，所以个世界遐好啊。啊，咱这世界今仔安怎变这款呢？今仔你是住伫即个地球上的人，念头不善呐、啊。啊，念头不善变做什么款呢？身心都病啊，未健康啊，地球什么灾难拢出来咯，那就这款的啊。咱明白这道理，咱是不是会当让家己的身心恢复健康呢？是不是让地球恢复正常呢？会啊，念头啊。所以要按怎来对待？啊，心态改正过来，就会用你咯。